拍摄一下这路况。今天的路况是非常好走的，不需要爬什么悬崖峭壁，也不需要攀爬什么岩石。对我们而言，今天是最幸福的一天，因为今天我们就要结束了我们的这段旅程了，我们要去潇洒了。可以说这次红多内是非常有意义的，虽然路上有很多的分歧，有争议，也有另外一个队员接着他退出了，因为一些身体方面的原因，但是我们最后三个人还是坚持走下来了。虽然苦，虽然睡得不好，虽然有人被蚊子蛰，但是还是一路坚持过来了。来，前面的男主角发表一下感想吧。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，也是我感觉最简单的路，可是我们身体快要吃不消了。是吗？伤痕累累的伤啊，下坡膝盖受不了，上坡肌肉受不了。好吧，先走了。好，拍一下这四周的那些树木。好，行。